想如何春佛道，菩提心未有现，何为是菩提心？利他人为敌，为利众生不怕困难，众生离苦自苦即安乐，发心学佛者为菩萨。悲智度众生，想如何成佛道，菩提心未有现，何为是菩提心？利他人为敌，为利众生不怕困难，众生离苦自苦即安乐，发心学佛者为菩萨。悲智度众生，